居然要被这个家伙骑，那我就失礼了。嗯，我的手上现在紧紧贴在父亲的背上呢。父亲，他到底要做什么？说清楚。什么？没有了，这下糟了。到底怎么了？你有过吗？所以我想要坐最前面一排。坐最前面看的话脖子会很酸，还是坐中间就好了。那就是我想要坐在最靠近厕所的地方。我想要坐在漂亮大姐姐的脚上面。